好，又到了我和你们一起猜蛋的时间了。那今天看看我们这里，哇，坐着三个哆啦 A 梦，一个是女孩版的，两个男孩版的哆啦 A 梦。哦，那这个是什么呢？这是一种，是一种什么呢？啊，存钱罐的玩具蛋，看看这里呢有存钱的口，那这里呢还可以安一把锁头，都可以安锁的。平时啊，你们把这个拆完了以后呢，这里可以锁上，然后把自己的零用钱呢存到里面，因为这个很大，能存很多很多的零用钱哦。那今天就和我一起来猜猜啊，这里会有什么好玩的玩具吧。首先呢，咱们先来猜一个男孩版的，看看男孩版的里面有什么呢。哇塞，看看，哇，有两个玩具，咱们来看一下。这是一辆摩托车吧？好酷好帅气的摩托车，是一个赛车的摩托，就是他们在比赛的时候用的。哇，这个摩托车可以自己跑哟。哦，撞到这个是什么？撞到那个大大的洞了。哇哇，撞到它了。看看这是一个什么？哇，这是一个什么动物呢？哇塞，好吓人哦！穿地龙吗？是不是穿地龙啊？哇，上面它都有很多的假鳞片。啊，这个有个小铃铛，这是拽着它跑的。咱们下面呢，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非常好玩的玩具。看看我们的穿地龙在，哇，看看像不像真的呀？看看它的脚、它的头都在动，还有它的尾巴。太好玩喽！呀，撞到我了，哆啦 A 梦。嘟嘟嘟，它来回的走，没有地方走了呢，它就回头四处乱撞。啊，还会转圈呢。啊，它不知道要往哪里躲，就好像有人在追它一样。啊，是不是跟真的一模一样啊？哦，太好玩了。好，第一个蛋里呢得到了两个。哇，这是女孩版的里面。哇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么多。哦，是海盗船呢。哦，是哆啦 A 梦的海盗船。哎呦，这么大的海盗船呢。嘟嘟嘟，看看哆啦 A 梦的一个眼睛被蒙上了，这是海盗。海盗来喽，大海盗船。好，再看看，哦，这是一架飞机，而且是直升飞机。咱们来看看咱们的这架直升飞机。哇，直升飞机飞喽。走喽，看看它的螺旋桨是不是转得很快呢？哦，看看，转得非常的快呀！这里还有一架飞机，哦，这个是它是跑不了的呀。今天给咱们带了两架直升飞机。嘟嘟嘟，哇，一
架是军用的，一架是直升的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咦，这个不是摩天轮吗？是大苹果凯蒂猫的摩天轮。可以这样转，在这摩天轮上转，特别的吓人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再来看看最后一个。哇，这里来了一个小海狮，还有呢，是一个小猴子。咱们先来玩哪一个呢？先来看看这个吧。这有按钮，哇，小猴子在翻跟头，哇，这个它上去了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哎，哇，猴子就是厉害，它会翻跟头，哦，哇，上下左右的翻，好厉害呀，哦，在空中也可以自己翻跟头。我都转迷糊了，小猴子还没有转迷糊吗？哦，我没有，我非常的厉害，我最喜欢翻跟头了。嘟嘟嘟，哇，是不是很好玩呢？再来看看我们这只，哦，小海狮，小海狮要给咱们顶球喽。光挡着我，我的发挥不好吗？哦，咱们不挡着他，哇，重新来一次，因为有很多的人挡住他，所以他没有发挥好。哇，转得好快哟，哦，转了大圈，哎呀，我们的海狮真会顶球啊，哦，非常的厉害哟，再来看看吧，特别好玩。哦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它只会转圈喽，怎么起不来了？因为把它的脚给绊住了。啊，太好玩了。看看我们今天呢，哇塞，得到了这么多非常非常好玩又漂亮的玩具哦，哇，哆啦 A 梦简直太好了。那今天咱们就给小朋友们猜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